比如说我多少公公，这个也不是我的，那个也不是我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先把这个你我这种业识，我跟我所爱先动掉，也不是人所心先动掉，动掉动掉了，二亲一样亲，二亲一样亲的时候，你叫我都完全把别人当作是自己来利益，包括我的旁边。你哪能够亲一样亲？你哪我都把别人当作自己来利益，怎么有可能呢？所以同情心和自他交换，谈何容易呢？不是用修啊，念在，那不是用妄想，那是修啊，哦，赶快的。这菩提心要出来，你一定要先有平等心，你无平等心，菩提心到我都出来。到我等。而且无论什么执着，就是爱心有出离心。什么是出离心？我就是感觉沉无空，所以呢，我想要出。安尼呢，我唔知有法度帮你出。我都很容易沉沦啦，我都未感觉世间苦啊，阿爸开始救你出来啦。你想，这敢有可能？究竟要利益众生，一定要平等心，以及什么出离心？好，好，这就是西藏那边常常讲的三心：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正见、平等心。这是爱执着，这不你无执着，你根本就无法度二亲一样亲，你一定是亲很够唯一。我说呢，你们认同吗？那个是爱养的家伙。那两个都分析到，哎，我对这个法很确信，很信任。那么你皈依三宝，到真正信你。所以现在有的人皈依是皈依归皈依，不然不然都跳个世出去啊！我想问安那样呢？好不容易皈依三宝，那也个世出去，我的呀！让他差别对，有差别。你对这个，你对这佛法的法义，你都唔捌啊！唔捌，你敢信啊？你因为你都无认同，无认同，你当然。你当然会想要冤枉的，对不？你呢？你很认同这个意思，这个究竟你不容易，你敢对世俗？啊，那你讲，这块的种子要形成世俗虚无呢？你还要无间的，我无间，你唔知每个人颠倒，你看每个人妄动，你哪一个人妄动，一个人骗世俗的可怜的，你相信不？所以人所过人所，先悟空，先悟空的心，
咱生活平等性。生活平等性在初级啊，在初级是为啥？为着要处理互通，希望我掏空，我有我有我无，互你掏空。所以初级是处理性。现在的人中，不是只有我的村，人民也要村，不是只有家人、外人一样，通通一样，不偏哪一边。就近，就近。通证件处理性。因为你那个弯转逻辑的话，弯转的是不偏不逆向，实相你叫那个起，因为你下面还有，你不那个烟，你就那个这方面多话，你想做一件改，你绝对是个，你绝对是任运，不是作意的，不是造作有为，是任运。任运是哎，啊你没搞，哇，啊拍省力一点，那我比强求。对强求哦，还够无语。强求还够无语。有一句话说，愿大业大。啊，想到那愿大业大，哎，也就是还没有就近的愿，还没有认命的愿，所以呢，他还有强求。有强求，人家说愿大业大。真正越真正越大的是按任运的，不强求，一块愿掉就好。你观想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这也按任运的，也开始大运。我不管后来是讽刺的，愿大越大，那是讽刺的，不是安尼。真正愿大的人给任运，他不会强求。你想想，因为一开始你无法认命，一定会跌跌撞撞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说，哎，他有愿，我们来否认他，蛮邪的，因为他要从这个愿发愿来的慢慢来去修正，你这样慢慢修正了后，也叫做慢慢消了，消到未来等人重一点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，即使是愿大业大，也是要有愿的。我讲了这么点，阿伯得到咩啊？就是爱好伊，哎，有咧做中间，爱就豆豆去消了。啊，看他消到未来吼，任运，因为无空。还没给你修清起来，这个是时间修清起来。所以菩萨离了初惑之后，就是要进入后细惑，这是菩萨的细惑。
希望会当吼认定是强求，所以信佛的是已经出业出过业果嘛，造恶业体会一个果嘛。为什么？你想梁武帝你去造恶业，可能性不大不大，不大的。神啊，你的向天之路做神啊，你哪有够可能去做杀盗淫的工作？你想，够有可能？即使有，他也不是很恶意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安尼嘛。问题就是，一脱离出祸呗。因为吼，伊还个，伊个还个无得明知，所以这两个贵点，那你进入来对方叫做真善神，来，一定要修卖手业，修好出货等掉，哦，卖下三恶道，然后往三善道、人天道走，这叫做真善神。过来就是你要就近能认命的业，还怕你这时间大，利益你这广大。而且利益广大的话，对吧？像你们方能够达到体用而破细过，所以它是金钱的绝地神。就贵点，是这样次第来，要爱修真上身，叫我们绝地神。所以，我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你六点次第。前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要集中。哦，不是，你一下子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都不会有感悟，你跑到一下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哦，你来讲啊，我那个心就开始开悟啊。哦，哇，什么感悟的都往那变转，啊，你该休息。只有魔，只有灭神通外鬼，地魔。了解，无经过心，你讲我都唔向我头骨，你千万唔好相信。啊，但是有人相信遐是，啊，都你家己看，你这样相信，你家己差不多，也很会颠倒，也很容易入魔。阿是吼，阿是用真噶，真正的道理了解，甲一步一步啊，踏实来行，安尼吼，才有法度永远无间。这才是上进的方法，积不得也快不得。所谓法喜，所谓清安、禅定、智慧、懂。造出来，哎呀，它是你想想细细足重要的事情，真正是咱要掌握突破的所在，要较踏实的去。千万别生气。满摸做错误事吗？那是因为末法根基好的人少，错误示范的人多，所以颠倒的人自然就多。我讲来讲点，所以世间的一个讲破讲破。所以往往过来软道理，要较踏实一点。
请翻到59页。133页，不是我们一时佛住社会国其数其功名，是世尊告诸比丘，若三门婆罗门习以受持，习以受持就是很容易被外境所动，那就会随我自在，内神通外感，不如我所。随我所欲，为我所拿，不脱魔去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若沙门婆罗门不习摄，如是沙门婆罗门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所，不随魔所欲，解脱魔去，魔缚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佛说是经里诸比丘如我所说，欢喜共喜。你看。这经经干那安尼几句尔，啊，我都爱讲遮侪。所以有个人就干那安尼经看过吼，伊也对我无，我就直接了解意思。你再来吼，除了经律以外，还要有路，因为这是经。经当然没瞎嘴，我直接叫你怎么做。啊，不过无根基、无入、无道的人，伊我都体会出来。啊，你若无入过来求是，就查得到底来龙去脉，问题出在哪？所以唔听讲，我要解释一段，我来讲遮侪。啊，你明仔我都体会出来，我。哦，你刚才看这部片，你来看这部片，安尼几句，你敢佩服一下？一个修入部的啦，伊咧看片，绝对是甲一般人无同，因为伊我都看入深的。有是伫顶悬的文字上，但是一个初学的人，伊绝对看袂清的，因为咱伊看就是干那字，啊、哦，即几年拢捌，啊、哦，但是实际上到底心法如何存在？你再讲禅宗强调啥离文字相，但是也不是讲。你无透过文字，我都比你遐较深的理解，不是？赶快，初学啦，你就是一定爱以文字，先知影哎，到底是安怎分，了你才慢慢来当深。啊无，我就甲你讲，你嘛不知道到底我是咧讲啥。是不是无经验的人，你一定要从文字先了解来下手？除非你都爱想着做呢，做呢是相当有经验的人来。难怪哦，他只听到因无所住的身体性，那就刚刚一相应。啊，人一块相应是已经知影足深的。不是像咱家讲文字上的理解。你讲啊，伊都唔捌字，哦，伊了解文明啊，可能比我济。哦，你若要教苏东坡，伊啊东坡哦，哎，苏东坡他会诗词文句，啊，加真济咯。但是讲真真来讲，伊到尾都甲着作弊，啊，文笔呀。种种的这些现象，那么在累前化前生，你都知道说，哎，生命快乐的是善知识，我爱
我还有很多鬼啦。我问你，啊，伊若无个，你要搁真实上，啊，伊是要哪甲你娶？啊，你敢咧搞个鬼？你敢袂甲我回应？啊，有孽的娶有孽的，啊，做伙做有孽的代志。你无找一个无欠的、较清楚的，安尼吼，你唔只豆豆会当把你的欠的慢慢仔消化掉去。我刚刚我师傅阿公阿讲，啊，你会当碰到我是你好交运。我讲广大些，啊，然后三心有求。我当初我是听无啥这个意思，我讲我无影，因为我刚问伊讲，我都已经读足侪册啊，先啦爱去读册，伊讲啊，我因为我烦恼，我讲啊你都未必要读较侪册，啊先啦我爱读边边读，伊讲啊我都已经我读够侪啊，我还去读。根基好坏，你家己爱，你家己爱哦。啊，事后我咧到回想咧，有影伊讲的话真正有影哦。我会当朋友的时光都交流啊，因为哦难遇呢。那么世间有事难哦，这是家己好运哦，享满人生难。如何出世呢？听闻正法，性经哦，性经哦，今天生宝是性经，不是华严经，性经，西周的佛法僧，好吧，注意爱记住。我师父跟我说，阿姨好教我，我就是这个好。虽然这个是几种都来，但是呢，老师有办法来用心。虽然呢，这过程有遐简单，真可惜，不过哦，会进步加深。我讲养兵千日。有的就是要具体解决，所以大家爱，大家爱回避我啊。好，你们请坐吧。愿你时光的，愿你时光的，积极，积极，被动的。